9.9块2个呀，你嫌贵。9.9块3个呀，还好你没买。现在这个商家正在冲销量，9.9块直接给咱们发这样的4个，还不够啊！老板说今天下单，再给多送一个，到手一共是这样的5个，不仅包邮，而且还带了运费险。你可别看它便宜啊，你看它每一个啊都是配有这样独立的密封盖的，而且呢，它这个是7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啊，加厚的 PP5 材质啊，可以放进去接触食物。它这个是耐高温120度，耐低温-20度啊，不管进冰箱冷藏冷冻，还是进微波炉洗碗机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平时呢，咱们用它当个便当盒啊，就非常的实用。你看它这个盖子上还是带这个日期表的，这样咱们放点东西啊，这日期就一目了然。平时呢，咱们用它去装点水果蔬菜啥的，你放冰箱里面它就特别的保鲜。咱们还可以用它去冷冻各种的肉类啊，你把这个盖子它盖上之后啊，它一点都不会串味儿。咱们平时露营野餐的时候呢，还能用它去当个分餐盒，装点水果啊，装点点心啊，就真的特别实用。然后呢，你看咱们就这样给它摞起来，它一点都不占地方。主要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，9.9块到手这么5个呀，你们点开链接去看一下，如果还能拍都赶紧去抢一单。